继续来看这国民党甲民进党两大党的主席开战了。杜英台昨清晨来发文，针对着国民党甲有统派色彩的人士列入着不分区，感觉忧心。伊讲国民党的不分区对国家的安全造成真大威胁。阿五敦义是真不服，伫文章的下卡来留言，口说民进党的不分区是伫总统的官邸敲出来的。国民党陆续公布不分区立委的名单，经台教授叶玉兰替将吴思怀等名列国民党不分区，何人质疑讲是红国统？民进党主席杜英台伫面前顶面发表予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的公开信。讲虽然民进党名单有应该受检讨的所在，不过国民党不分区确实对国家安全有真大威胁佮破坏，未来严重后果可能无多料想。不过吴敦义嘛不慌，直接回文呛讲，民进党的不分区名单是伫官舍内面敲出来，两党主席隔空伫开战。我们奉劝卓荣泰主席先检讨他不分区的名单，你看几乎都是派系治国、派系分赃。实际上，不分区立委名单的影响已经出现了。依照这礼拜彭国日报的民调，2020立委政党票投票意向，民进党得到26.5%，小可领先国民党的2.5%。另外一份调查显示，讲对着不分区立委名单的满意度，民进党有2%，国民党较无1%。不过，无满意国民党名单有将近50%。我想这个国民党的名单不佳，哈，是社会的共识啦。不过，我想这是国民党的家务事了，哈。那不过他名单推出之后，就有待于选民用选票来检验。明年大选拼国会，席次过半，政党票的大战，即马已经开始啊。